咁如果只双汤点睇 ？Catherine 想问第二十啊，佢话点睇咧？如果上网去几多指示位，又定系边啊？其实双汤本身过都讲过，就系个业务唔系话特别差嘅，因为 AI 啦，咁兼且都系 to 一啲嘅商业客为主多啲啦。咁受嗰个监管风险其实相对比较少。所以业绩嚟讲，当然仲系蚀紧钱，但系呢睇啲股份都唔系净系睇个 bottom line 啦，睇个 top line 嘅增速。咁所以其实大体上基本因素唔系差。咁但系个股价啦，咁股价当然过去其实差唔多由上市头一段波动完之后咧，过去呢三个零月咧都系横行为主嘅，咁但系下边就好明显六蚊边左右咧，其实系一个比较大嘅支持。当然再准确啲就最低系5.79啦，啱啱3月15日嘅底啦。咁所以如果你话呢啲位你去搏去入场，唔系唔可以，但系我觉得真系定翻头先头嘅3月15日嘅底，5.79做翻个指示，即系而家望落去2.0毫子，其实个幅度就唔多嘅。即系如果你咁样肯走咧，其实蚀唔系蚀好多嘅啫。咁但系如果你话呢啲位唔穿咧，從一個業務面、或者是本身的看法上講，其實我覺得值得是稱翻高一點，所以你可以考慮這位入場，但是真的定翻5.79做翻個支持，因為如果你那些位不走，其實就不排除會整個環區間褪低一格呢，雖然個區間不是很闊的，但是褪低一格的時間都意味著一點，就是個股價回的幅度會比較顯著多些少先。